这不能说来。老了吗？你说的你管着行李。你来。你都说我找的了。我说还得背着多么的用的呢。他看到你们搬到行李。你也把这家家给去上那边来带了。我来个啥的家。我想听。这世界我的家门的大老婆贴爸爸给二人抬着。爸爸。姑娘呢？在行李，一直跟一起还带姑娘哩，搁吃喝捏事，跟人家到了咯。主要，过海路也给了事。刘啊，姑，我那个山东哥也吃不到。到了吗？到啊，哥不当毛虫到。莫来跳。那都包了。一头龙哥啊，你走路当毛了一个，一眼就毛虫到了，是这里。亚里，你亚冷的。哥，要叫你我认得老师。我来了。亚里，到，哥都帮你当红队了。好像已经是帮你行李了，但是搞些保险啊，因为荷包进来是。兄弟队里，唉，给路呢，我这龙得带新娘行李。要。以后得该知道和你的荷包他呢。到该。到啊，姑，沙陀，侬可以落来，我来陪你到。哎。你不想搞？哈？我还在个东南岛呢，我来你不想搞？记得怎么了？十里街了二零。就打了一千两了事，贴一眼子，等门里呢，明天要一夜我跟你们不是我到，你还带着给路，你去到我干嘛了？在这里，这还爹，你二人又要半年了事。康普，干啥的？可要半年真的了？要，该提的过了，过他钱呢？过去啥子？哼，要啊！根本钱个啥好给我借？哼。你不哼到家到我去报到他们钱啊你到啊我他只要你到啊